大家好，小编今天带300多斤的胖哥来到了青岛长沙路和周口路路口这边啊。哎，胖哥，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带你哥了？为什么？听到有个二百碗饭的老板啊，开的这个大酒店就在这个地方。哦。啊，咱今天来看看他家有什么特色。好。哦。哎呦，胖哥了，这大中午的这么多人，啊？哇，今天坐满了。今天。啊？星期二中午。人满满的。我天，太多了哈。一桌难求，太火了啊！太火了，他家在这个今天也得吃他家个特色，尝尝老店的味道什么味儿。我今天我挺亏吧，啊，我觉得吃这个饭不需要开大奔，知道吧？你得表现。哎，你看我这几个菜啊，这一个临沂炒鸡啊，这个是芥凉菜啊，火烧山鸡蛋啊，还有这个。农家的这个芋头、地瓜的，哎，这五个菜啊，你知道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？多少钱？88。我觉得四个人吃够了，怎么样？那我充分吧。啊？那我充分吧。哎，不，我挺得起。我好不容易挺你一会儿。哎、啊、呦、哦！我上周不是你敢不敢信？你怎么着？这个，在别的店得150-160吧？我真不敢信，但相当于打了个五折。我啊，打几个？哎呀，怎么样，胖哥？行。关键是山鸡蛋回家吃了一天了。小火小火的啊，吃了一天了啊。真得劲。哎呀，啊？真好。这个山鸡蛋你怎么样？你尝尝。好。啊？香，还有一股花生油味儿。哦，听说他们是这个沂蒙山的花生油，他们家是。听到有名了，就是使花生油炒菜，知道吧？有花生油的味儿，能尝出来吧？你尝这个炒鸡啊？你尝啊！这个真是麻辣鲜香啊！啊，临沂炒鸡，你尝它有什么特点？这个临沂炒鸡，我试不都，我小馆不都是用不用了？这是来自沂蒙山的这个未婚成年小公鸡、啊？怎么样？你看着没有，胖哥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说什么玩意？这什么？给你加油的，好像。啊？啊？啊？说什么？这飞机啊，这个。哎呦！哎呀！啊？能不能给你加满了？嗯。看你这个。啊？看你这个。加的浮溜浮溜的给你。嗯。哎，你尝尝，他这个零碎，哎，蘸这个汤，啊。是啊，站在床上是个小不中的种啊，就这是。哎呀，你尝这肉什么特点？麻辣鲜香啊！麻辣鲜香，这是有葱有醋的，很筋道。哎呀，你吃的时候注意点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这是小集团的。怎么说现在也是公众人物回家啊？你注意点。公不公众咱不说，啊，谁碰上耳机、吃上耳机都不考虑形象了是吧？哎呦，还什么形象不形象的，真严重了。哎，胖哥，你觉得他这个鸡什么特点？啊，吃起来这个肉。哥，他这个油非常筋道。啊。还有油醋。啊。关键是他炒这个鸡有什么特点？麻辣鲜香，有麻辣，但是还有鸡的这种鲜味。哦。四个字麻辣鲜香啊！啊。人得劲，谁知道是吧？我把你抬腿儿停了。你敢吃我铁腿儿？